好了，乡亲朋友，先困觉后啊，转到福气来了。节目该现场了，金碧白日，好空气来报道的单元，同大家讲下来关心到了解热天啊，安尼是个了解问题哈。那讲乡亲朋友对金碧来更多主题，你知道哦，有问题想阿来问安尼，唔告诉我，做做的啊，利用时间打电话到现场来哈。因讲听一趟，做做的可以帮个现场电话本大家咯哈。好，马上压下来哈，安尼转到节目当中啊，有更多了解高资税，头先就讲到高资税的问题哈。高资税，因爱买的时节，人来说，可能有当地的家庭去限去，无去那边来买。买的时节，爱注意到内地的部分，就唔会讲啊吼。伊讲发货的物价吼，做清十六度去咧。也是在讲到那边吼，超市啊吼，啊超商里头买多个果子吼，嗯，有种起来，有容器就种起来东西。嘿。大部分都有发货物资托底款，所以讲佮包装好诶，胎体都有，胎体都有啦。啊，真正我爱买讲个新鲜的，当不应该压出来个果子的时间啦。嘿，又有卫生的问题。卫生的问题，唔爱注意讲，爱加讲诶，嘿，唔去托个低温七度以下的温度保存运送的吼，所以过困难，啊，过困难。他大部分会加到安尼个果子底度个东西哈，都会托去超市、超商买个果子底度。就会干颜色的，就会有色，诶，有色素哦。啊，你看起来叫它强哦，叫颜色会它均匀哦。一般诶，一个偏大诶，其实色可能无暗匀，可能无暗强，可能无暗好，可能个卖相无暗好。错，去几度会加到个香料哦，不然撇起来哦，因为个香料个东西哦，嗯，个果汁出来伊那个香料叫它蒸腾嘛吼，慢慢的啊，那个米丝要慢慢的，头先讲到营养要蒸腾，米丝要蒸腾，所以就会让那个加。本个干的打开了一个时间，唔含批到个果子个米丝，个果多全部人工个化学物质加进去的啦。嘿嘿嘿。哦，那我呢，当然加工个水就会加，哦，一按到个东西要加到底部吼，啊，几个冰块球伊啊，都果子唔会坏，几位咩冰个防腐个东西。哦，姜鱼排，防腐剂。不过防腐剂吼，当初按政府讲去添加的，去添加防腐剂吼，该多都系诶，你工业生产出来嘅该多酸类嘅东西吼，像嘅柠檬酸，哦，苹果酸，亚种嘅酸性嘅东西加到底部。但是亚种酸呢，柠檬酸、苹果酸呢，唔系啲诶你水果拿出来哦。诶，食材合成出来哦，诶，安尼人工合成出来嘅东西哦。我人工去做合成咧，唔咩安尼对天然嘅果子，也系天然嘅食材底部都去提炼出来嘅。错，嘅提炼出来嘅成本改过啦。哦，所以喺人工嘅物质加进去，本地较酸，酸嘅东西来讲咧，佢都吓唔会生细菌到底部。哦，啊，所以可以变较固、较久的。较久的喂，哈。所以同一种情况来讲。假如你超市、超商，你买一种嘅东西，唔心里都会抵讲，哎，呀，底都有其他东西哦。嗯。加上又讲个水，一好嘅水啊，唔好嘅水，嗯，哦，来挑嘅哦。你用嚟挑出来嘅。错。所以我该建议大家啦。系。嗯，真嘅系因为牙齿唔好。系，也系讲。咬唔下去，最好嘅方式呢，切牙头或牙打果子。嗯。哦。按正经咧，你牙齿该好的时间咧，你当然咧出家就买水果来吃，买水果来吃，还可以训练诶你牙大白牛啊，最顺咧，诶只牛牙诶牙个啲汤佢从头去敲，从头去训练佢，错，所以睇家啲咧，真唔系退化啦，真唔系退化，因为牙齿唔好，咪会影响到你。从头冇去用钱，咪会唔好啊？唔好，要影响你身体该多，还有也该多人工嘅调嘅东西哈。冰久以后，一种果实佢嘅甜度咪会冇得。嗯哼。啊，所以叫佢加这种糖，即系糖该多。要唔咩？该糖咩？几种健康嘅糖咯，有加该多嘅糖，系含咗果糖，水果嘅就果糖。果糖是即嚟讲咧，是咪你肚子底下啊？因为对安尼个肝脏啊，加钙肽嘅压力。初上安尼肝脏嘅压力，唔讲爱消化一样嘅一个负担。安尼过糖哦，实在嚟讲啊，同安尼肝脏正做的消化，都肝脏做的消化，肝爱做嘅事情几件多咧。几多？所以肝脏嘅压力会钙肽，等到佢消化体咧，变做嘅变即过糖消化体以后咧，安尼身体吼。
用的。身体就没办法用的，没办法用，就要推车。肌肉没推车，还没按脚推车。往前啊！因为肌肉会变化，变多你的身体肌肉的脂肪。变着脂肪脂肪就多多多就会变态球变态球，变态球以后呢，所以讲咧，嘅过糖是多嘅人啊，只会有按你讲嘅新陈代谢嘅问题。古时候一下现代人按到人有啲嘅新陈代谢嘅问题，就会按用来嘅哦。下面哦，改到按你一下哦，系台嘅声音嚟哦，改到人按你都看到自己嘅体重变改重。变到太巧，啊！改食嘅时间呢，佢身体都慢慢唔好嘅。佢从吃改多过糖，还是甜嘅问题吼，系有关系嘅。安阳县吼，也讲到入边有几百度啊，有一个过糖啦吼，还个有一个防腐剂啦吼，入到其实真是挺危险。不过呢，诶头先咪要讲过糖啊，一下人都市面上啊，要买嘅，人讲素药嘅现做嘅，你爱买个巧味，爱啊冇安甜，你系讲爱啊再个搭配买个现药嘅吼，现做嘅一种嘅，人讲到凉水饮料适量嘅哦，其实啊，除睇头先人讲到嘅，佢应该。冇防腐剂嘅问题嗬，啊，喺讲亦都有细菌嘅问题了哦。老太家嚟讲吓，像都攞杯买嘅时节，其实咪有高糖嘅问题，因为佢都太体都用高糖。错，大部分都用高糖啊。啊，糖攞杯时节唔咩担心讲，夹个用嘅稀水啊，还是用嘅水啊？嘿，还有几个水，用嘅系乜嘅用嘅水？个水几度有枪啊，冇枪啊？哈。爱做出改枪的水来做饮料吼，是做来讲改困难。用枪的水来做饮料改困难。嗯，加个成本来讲吼，系改过。古时候呢，几个成本按过吼，你爱买东西讲真实的啦吼，爱有利润，无利润就要用来去做咯。嗯，就像看，你去罗买超爽吼，超市去买一罐安尼。700cc 的水，纯水哦，20条，400元，400元嘞。系嘛？啊，个水哦，个水按你个家私，唔是看啦哦，唔去买差唔多安泰罐同老杯买个饮料哦，我都去很多茶做得啦哦，啊果汁吧做得啦，咩差唔多个只家私哦，哦，唔都啲哦。啊！我可能夹个包装哦，麦个来讲哦，夹个成本食材是讲食材来讲哦，无拉本钱啊，无拉本钱，所以佮一天唔会用个改好个水来做一种饮料的啦。哦，所以来同大家讲就说，真正爱食水果啊，麦个饮料滴都好个东西哦，而你对原始个材料来食。讲到适应饮食的材料，都有人听告诉讲系全真高高组哈，也意思就是你系用嘅全部就是饮食的材料，然后全部诶营养都做得，全部都系诶真材实料诶，真材实料诶，营养就做得来吸收诶。好，安尼哦，平常时来讲，安尼食材来讲啊，唔啊还唔会不平，嗯哼，啊都系有平嘅时间咧，第第二个一种可以。饮食好嘅，整材食料嘅食物地图咧，用圣经来世界咧，对于做个油片哦，佢咩可以慢慢的帮助你，用身体嘅调整到最好嘅状态，你健康会个多咗嚟。哦，安阳县一般来讲啊，用身体冇买好，用一种方法，食个整材食料嘅食物，食个较好嘅水，两个月三个月，慢慢用身体都会变好转来。哎，阿娘，平常前面有吃看啊嘞吼，做清凉唔会食一个加工的食品吼，再过来咧都像头先，安尼唔告诉讲到的整材食料的东西，吃看啊，两张嘢到三张嘢，后面去家嘅身体啊，会不会变到较强壮的位吼，较强壮的位，好讲到牙味啊，安尼讲到一个食水食茶来讲啦吼，就一定重要，当你太家做爱食啦，那水分咧补充一定重要哦，唔过呢一下咧吼太。家族可能就会就讲佢嘅种水嘅一个用气，吼，就讲鼻嘅干呢，吼，也系讲一下有波纹鼻，按到种嘅种类啊。有啲人呢，像什么人有化妆，又讲讲佢嘅一个人讲到颜值啊，会跌脱去，就会用人哋嘅脚干也得，像也得用嘅东西，其实没有同注意呢，吼。系啊，
像亚种亚种干的哈，大家有时爱洗时间无亚种东西。洗洗给他无亚。我爱洗时间吼，爱啉那个东西的时间，就拿个玻璃杯的来。木下都有玻璃杯的。拿来你就去。直接来啉嘞，哈。哦啊，经过差不多多爱台托高中的时间，亚种东西慢慢就出来。嗯。啊，实在来讲。也慢慢太家抵得嘞啦吼，因为遐东西太家讲过嘛，遐塑胶的东西啊，抵度有几多塑胶的添加剂，涂遐抵度啊，也慢慢遐种的东西太家还该坚持爱用的时间，也遐种东西有玻璃纸的，哦有玻璃呀，下面有个不锈钢做的，哦啊。有无轻量的材质来做嘅东西？古时候做轻量做的冇用，也种一种塑胶嘅就冇用嘅嘢啊。轻量都冇用。韩国就对人哋铁桥来讲，铁桥咩负担安泰？错啊，用做也塑胶嘅东西，实在来讲就是十八亿元了，哎，也都有色的哦，也色的地度嘅色素头也地度哦，佮人哋有啲果子地度系较酸。有果子水，果子来讲有酸的，有酸味的，哦，有酸的东西，伊啊，滴度个色素啊，几度会流出来。天然，色的直接就对，色落身体度嘞。所以，我们是到过多工业的唔好的化学物质，入面喺你嘅身体里头。嗯，古说呢 ，Andy 讲吼，做一滴无爱用一个竹竿 ，Andy 就无爱用一下，告诉更多有一个人讲。玻璃做的，还有一个不锈钢的吼，也有两种一种的，这个你做的重复再利用的一个竹竿哦，哎你就拿下来用啦吼。很看过呢，上班哈吼，哎你啊，真是爱用的时间吼，爱唔离片的时间，爱用到像安用的塑胶的竹竿的时间。我记得其实教授有提过啦，你当多文章地方都没有讲过，要注意。所以讲，迄讲爱用嘢的时间，无法到片面的时间，没有几点要注意的。所以吼，就一定要用药吼，啊，唔啊，全部玻璃的，全部个不锈钢做的。嗯。最好的方法，对，药个含的塑胶的，我用看药个颜色。哦，像药哦，透明的，第二种颜色，就会年代塑胶本身个颜色。嗯。药几都无添加嘛个其他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佢还会添加有啲种个塑化剂啊种东西，还是会还会有的哦，因为药软软呐。哎呀，做得好啊，哦，还会有哦，但是呢，最好都用之前你了解用呀，磨色嘞。啊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去喷一下，喷一下，然后底部都会乌糟糟啦啦，湿啦都。因为底部含有的个几啊几啊钱嘛哈，而且底部有个塑胶粉头的，所以你喷的时候呢，你再磨去点咬到，都爱喷都可，都爱喷出都好嘞。啊，个几度有滴个塑胶粉啊，就要喷几度会喷的，哦，喷的。较好个方法，都会压种东西哦，个过一下水啦。哦，个冲下水啊。个冲，做冲一下水啦吼。但是假如讲，你压种东西要变因为个饮料啊，过什么过酸的时间吼，最好还咧唔好用压塑胶的东西。好，来提醒大家，最好还是唔好用压个塑胶嘅一个竹竿咯，提醒大家咯吼。好，生来呢，应该啊，是。水是茶哦，没有一个太好闷都滴多，而且嘛，家里干哈甜，然后继续来聊，大家讲，先到一些困下，聊下来咧。